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之前我们不是把那个存钱罐的钱放到这里面了嘛？时隔有几个月了，我想把它取出来。这个。取不出来啊，只有把它弄开，然后我就找爸爸帮忙。马上2021年就结束尾声了，我就想把这个钱取出来，然后存到银行里面。它这个放在那里也是放在那里，啊，存在银行里面有点利息嘛。你要老干干嘛？周末节。周末节啊。过过来龙嘛，好多谁给了？谁那个房子给我来龙的？那么好多东西给了。给弄出来的，它叫接龙篮。哇，好肿啊那个！我现在还有密码，那个密码找不得。就是要这样子弄进去。你难道不存钱了吗？哎，这么精致的东西就过了，多可惜。我二哥的哦。这个是你的，弄得全家出动，把家伙全拿出来了。这个是给他做干锅了。这个是做干锅。啊，那个是给做干锅，我学起过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做干锅来了？嗯。咋样？咋样？他有干完的，咋说他不干？掏不出来，跟你说，你这个东西太麻烦，主要是存的太多了。哦，好多钱呀、啊！上次弄出来好像是20000多，不知道这次弄出来是多少啊？上次有点假币了，你说。能不能有点假币？咋的了？嗯，七，多钞票啊！那还有好多钱啊？哪个说的3万？我说的3万，3万绝对不止嘛，多多嘛，多多，我应该有3万，我应该有3万，多的是我的哈，不是我的。你们压住啊，我数数了，然后我来公开。哎呀，奖金有多？你说我有多？我是交5万块钱的，哪个说的5万？奖金有多嘞？我说4万5万，我说四万五，我说是5万嘞，我也说四万，我交5万多嘞。等会来公布答案。见证奇迹。3万7、3万8、3万8。哪个猜对了？哪个说的4万？我说的3万，我说的4万，我说的4万，我说的3万。我说的3万，我也没说4万，我3万又多。5万，现在拿去跟他存着，确实放到那里就是死的，存在银行还有利息啊。今年还是有钱吧，快钱。好有钱呀、啊！你妈妈给你存到了，你都打去了。3万8。哎呀，有老有一百，几个月有1万，有一年有1万。这个真的是积少成多啊！哇，想想你爸，他从小一直让大家存好多钱呀、啊，天天不堪想象。这个习惯好，一定要跟他一直保留下去。我现在钱他妈是存起来。